可惜了。哎，太紧张了。主要是特警有一个那个挨打防御加强，那个刚才他冒金光了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对，他是近距离作战就可以减伤，对，25米以内减伤35%。没那个就也打死他了，我还比他先开的枪。这把吃了 M4 吃了吗？对，好啊，错。哎，那个你上次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活了没有超过一分钟啊？希望你对面稍微有一点点那个活动数。谢谢大家可以点个订阅。这一盘我们跳到这里好吧，还是这个地儿。好，是吧？投资很大啊，因为你说吃了，我也就花500了，好吧？投资很大啊。带你们带一下屁股吧，带一下屁股吧。3个 M 四。要不然屁股会很抢手。哎呀，这狙导人补不死呀，好烦呀。所以这个游戏感觉狙真的不好玩啊。狙导人，我推荐连狙呢，连狙咔咔咔就补死了，真的。你看那个 WA 那个枪，不就是连狙带补吗？是在外边还好，在尤其它有掩体的时候，狙损补不着第二枪。你用那个计补呗。我刚刚那个用法把那个最后那个人打了以后。这跳得过去吗？玩远跳得过去，跳得过去。加油吧，再接再厉。决赛圈特警确实也挺狗，挺狗。还有海雾。这个一般大概多久开赛？跳得到。1.3公里，因为它是在半山腰上，所以你要开慢了就能落树的呢，就落树林里。对，我们一毛钱卡卡牌子啊，一毛钱卡卡牌子，别的不都说卡牌子啊，不亏啊，不亏。我跳到了，待会儿你从这个地方出去，把你身上所有东西给我看一遍，我把你打死给你舔一遍。多吗？哎，一队，一队不可能输了。他们好像还不来这儿了。我进尹哥家，从来就如进无人之境，好吧？的确是，好像没怎么那个。就在我们这房子里。他落2楼了。一个人一共，一还有一个，你们能从屁股后面抄他吗？在哪里抄个点儿？2号标2楼，我已经爬到2楼了。他关门了，他关门了，关门那地方，左边是吧？对，左边，歪哥，可以不打队友吗？正好你从那出来。我痛心啊，我嘟嘟嘟我就没血了，就他俩是吧？对，好，那就反正。哎，还有一个，我惊了，我操！把这标我以为就死了，就这牛啊，兄弟们牛逼，牛！哎，他在哪儿呢？歪哥看，我就在这儿。凯斯真牛逼，凯斯真是跑都不往这边跑。生存加成，我跑了。凯斯把人都搜烂了，我的天哪！
开始外面逛一圈，然后再把那外面搜完，牛逼。对 ，PS 还是文件，我靠。没有啊，我真的是看大家太强了，对不对？没必要过来打扰大家呀。小阿 K， 我的天哪！哎 ，KS 这几舞台都给大家搭建好了呀。KS 都已经填两遍了，搜的地儿都能搜两遍了。我的天！生存加成。哎，关系都不服呀！获得城市巡逻。快乐的 M 死屁股。这个刚才这歌不是有点像那个小跳蛙吗？啊，差不多吧。哦 ，KS 转移话题的能力不错啊 ，KS。想玩狼人杀。哎，这有个大背包，有没有人要紫的大背包？要。那你是橙的背包吗？这么厉害？哈哈，他每次来都是橙的。也是吧。哎，怎么有钟敲响的声音啊？不过八倍镜，你们谁打狙？我喊，我可以打。给你们有狙击手吗？没狙击手，没有狙击手，天还是打狙。咱们好像都是四个秃脸的，咱们英雄是不是？没事啊，我也可以打把狙，但是我现在没捡狙，我就先把八倍给他。好穷，没有绷带。KS 能分点绷带不 ？KS， 我们直接三个把 KS 弄死了，先舔一遍，再给他救起来，算了吧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先去一步。太不好了吧！我的包里就三种子弹。可以啊，我给你拿个硅胶好不好？我包里面做一个燃烧瓶。这盘不一定要硅胶。绷带可以给你，给你，来嘛来嘛，拿战术包了，友友们。来来来，快快快！战术包都有了。没有点儿。是最抢油烟的小心机。你先给我扔点，扔点那个绷带啊！我就。哦，你在哪儿呢？我给你啊，我肯定给你啊。绷带我还能不舍得给你吗？就是啊。没有人要硅胶不？要，这东西怎么可能不要？那为啥我会不需要硅胶的？奇怪了。哦，你成头成甲了、哦、是吧？我紫头紫甲成背包的确是不需要。这儿的这个军需包是你的吗 ，KS？ 我的。哦。KS 还真要硅胶。好，给你。你在那等等我，等等我，你等等我。我去我那个，我先啊。你先给我。你要啥？硅胶，给你两个好不好。绷带。然后给你五个绷带。哦。拿一下我的那个军需包。我差个布料。布料我没有。生存加成。获得赛场。我差个金条，哎。这围栏能加个屁攻击力，也是特技。各自围栏的这个皮，每次我这个最近开的这个东西都太新了。哎呀，我这个紫枪有点裂开了啊！你还紫枪吗？那战术包不是最低是紫枪吗？是啊，我也是，也不开心。我的战术包还没来，喝不起英雄 M 四啊！我把你们有人要不？要。可以拿一个。要。单脚的哟。行。有了，那我有。给就行。你要这火药吗？不要。战术包已送达。紫的。自
这里面有人要吗？那不要。这有个紫色的 mini， 有人要吗？没有。我打了。单点是刚才谁有来着？哦，我救援。啊。了解了啊。好，有冲锋枪消音可以喊我一下。别劝架。有人，我这里楼上有人。二九五也有人。刚跳下来一号兵。站下来了，从右边跳的一号兵，他在屋里屋外，生存加成，屋里屋外有一个，屋外是开车的，打一个，我能开大吗？对，我扔雷呢，灌呢，往里。我能开大吗？开什么大？人家开的。那我只能敲铁了。我也敲铁了。哎呦，这吓我一跳啊。队友从外头来了，有脚步吧，这个打，拉一下，有远处人在打，还有人，远处，我先救你，不，我们这里有人，我探到了，就我们这，没事，他有雾。打药，我在楼顶没人，你们找一找里头，楼顶没有，就被偷了几个浆了，那人尸体包呢？二楼那包在吗？我不知道在哪，得进毒吧，走吧，进毒吧。哦，对对，我看见没？二号兵，好了吗？又是一个。就是。就打这个，我们这人吧。哎，那边后边还有人打。对，我知道，但我们不能。开他这个车进圈吧。好，你开那个车。你开吗？我打药开这个，你开那个车，我打药开这个。咱们是先进圈吧，这圈也离得好远，我就不要在里面跟他们打了。好，我上车，快走，文枪，哎呀，要死了！哎，你们走，你们走，我有大。我这边有人，不能来我这儿，往左边走。右边，对，往右边走，往右边走。开死你吧！开死左右，真的是确实是。跳车，子弹不那个不行啊！那个车不行了，我跟你说。好，哎，兄弟们，没别的，就 just run，just 驾。有药吗？啊，跑！我有药，完枪找我。天哪，是跑！我扔这楼里了啊！哎，我来了。扔二哥，别吓死！上个急救包，上急救包。谁能救救完哥吗？我不能。我在，我跑了，我应该跑了。我天哪 ！OK， 跑！我原来是跑。你们有药吗？跑掉真牛逼啊！这波很关键啊！
可以，很强，我的队友啊，就是锤子这里头，要我找我，要找我 ，JY 找我，两个急救包，五个绷带，好，看看后面，啊、你们看那边枪声那片，我看看后面，屋里是吧？好，嗯，屋里。这边禁毒一队，一号边禁毒一队。哎，他们打缩。注意这边来，我少将缩在这边啊，来啊。没事没事，我看上他们攻的时候，来来来，可以架。一点到这儿。他跳走了。左边跳了一个，不好去，跳的在这里面、啊。我们回去了。对，跳的那个，这边有打这地方有了，对，一号边有，往后退，先进枪。对，先进枪，找好地儿，找好地儿。二号边有一个，二号边两个人。下面，四号边有人。哎，我们脸上就有人啊。对，是在头顶吧？不是不是，下边四号标，他们在往这里突啊，你们过来可以吗？可是我得看一眼背后啊，人背后全边有人，哇，他好疼的。你们仨家那边，我家、我这，我说楼顶有人吗？看到楼顶了。哎呀，就完了。我们其实爬楼顶也不太好。好。生存加成。啊！被狙了，听不见狙声，我听不见狙声，我就没了。哎呀，这被楼顶给骑了，也太难了。他可能是船上来的吧？之前这地儿没人。他是爬上去的，我看他一点点往上爬呢。那也太尴尬了。就可能是我们过来之前，他就在上面往上爬了。嗯。哎呦，我有个问题啊，如果我在那儿开舞，是以我核心。往下照雾呢，还是雾会在半空中呢？雾会在半空中。哦，下回试试半空中的雾，没这么看过。可惜。有亏六百啊，有亏六百。有亏。本来攒到6500了，就变成5700了，不止啊，800吗？这回合。我这号本来真的10000多，我现在只剩6600了。我也花了好多。我们不会没有了御宅饮吃不了鸡吧？不会吧？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不可能再花100块钱以上的钱了，就花100。我靠，这一局加特林枪手带 star 的吃了。上把你更强的组合也吃了。我不要这。上把人太多了，我们那地方4-5队真的。我们当时开车就应该再往里多走点，是不是？说实话啊，没法往里多走了，再多走两步，多开一秒钟，我们的车就是车毁三人亡啊！我们当时就是8000过海，各显神通啊，大招开一开，直往山上跑，根本不敢回头看，太难顶。我感觉我当不了职业选手了，我用这个职业选手这画质，我真的越看我越眼睛越瞎，我觉得当不了职业选手，我打算退居二线了，好吧？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没想到啊，
真的没想到，十一点了，没吃到鸡。没想到啊。那你人称小玉展演的 KS 不得先反省反省自己，标点委员标好点啊。嘿嘿嘿，不要 KS， 不要又不要，不要不要这个不要吃不着气是马标的吧？哎呦，怎么说他哪？他这里围点打援，然后进攻军事基地。那你不如直接跳这儿呢，一号标最多也就一队，而且还肥很多。好，那就听标点委员的。哎，可以，我觉得这选点选了个方圆只有六个房的，一千米只有六个房的地方。想哭，不要逼我去法国维埃王园，好吧？维埃王园可太能吃了，吃鸡率百分百了。哦，难怪少将之前都我看跟他们玩都不用这个号，就跟他们玩更想吃鸡，跟我们玩没那么想吃鸡啊，玩那么厉害的号。buff 加成，有人野区转过来，有人欢喜，有人忧。子弹怎么不刷？每次都磨磨唧唧的。我这儿有一队啊，三号边有一队，隔壁就有人了啊，兄弟们。要搞清楚什么是重要。老爷在点我，打起才是最重要的。领悟到了。我这边楼下有人了，你们仨人调好装备，回合一下，往我这边走。好，一号标有人，他们生存加成。我这边至少能阴死俩，不用着急，阴死。谁破的窗？谁破的窗？我。你这有谁？应该微博发了吧？他怎么在楼顶啊？楼顶有一个，你不行就先别过来。获取化学弹。没有药。两队，两队，两队，这两队。我的铁豹杀他有何用？翻回去。谁还有特警大招了？怎么又分开了？兄弟们，有人在我楼上。文香那边你需要帮吗？不需要。
厨，我操，卧龙凤雏啊！我这边一整队死了，都死了啊！我这边跳杀了，我直死的，我这边一都直死啊！啊，行了，都直死了，各自灭一队、啊。我终于遇到卧龙凤雏了，我的天！爽搜啊！啊，我这还有，哦，操 ，KS， 你是跑得真快 ，KS， 还狙呢。战术包已送达。白哥，卧龙凤雏你见识到了吗？可以，我两梭子子弹打完，上了个蛋把他打死的。哎，我还打了他两枪呢，我也一梭子，我也打了一梭子，也没怎么打中。你不会以为我跟他卧龙凤雏是咱俩卧龙凤雏？咱俩打了他60-70多发子弹才打死。我打他全是那种箭射伤害，就没打着，用那个毒炸着他了那种，描边的那种伤害。对呀，卧龙凤雏，我打完一梭子，我说这歪哥还不打死我，歪哥打完一梭子开始上弹，我的赶紧上弹。抢了。卧龙凤雏，都你们要不？我的天哪！原来凤雏说的是我呀！我的天哪！哎呦，天哪！嗨，我是西山小卧龙啊。那个库龙要不要？你们要不要？要！好，我给你们拿去。开始冲锋枪库龙要吗？我不要，我就拿，我自己带的，花钱。太可怕了，这个组合。建议我们以后把金苗抠了吧。所以我说我近战特别弱呢，我近战我刚才打两把枪，我算一个30发，一个20发，一共50发子弹。补偿的枪口你们要不喽？不要了，步枪的。要，有没有扩容弹夹 ？Scar， 有。我哭了。有个蓝色的 M4 不要，我扔的。哎，我这个 M4 很难变成紫的，变成那个刚才说的英雄。哎，这谁啊？哎，弹术包在这边。我这把核弹少女，我不能突近战，兄弟们，好吧？帮助你刚刚没扔闪光弹吧？扔了呀。哦，我还以为是有人。没事没事，一定是我，这么没有出息的动作，一定是我。只会打队友的肯定是我。汪景琦刚才一人灭了一队呗，就是说。啊，稀有的98K 你们会要吗？你们想要吗？抢呀！哎，我枪好，我蓝色的 Victor， 我也蓝色的，我怎么没灭一队啊？你的作战地方不好吗？啊，因为你跟卧龙在一屋，那能灭得了一队吗？这哥俩凑一屋，你们有对象吗？朋友们，这首头。铁头撞玻璃，你们学会了吗？生存加成。获得终极技能。获得 M41。神话了，对吧，兄弟们？好吧。神话啥呀？神话 F2000，我神话了。神话。白哥，我保护你舔空投，好不好？一号不要走。走。天哪，这我不去了，你。你看谁想去，你保护谁？嗯。这个空，这个，哇，稀有的说一下。哎，你歪哥怎么说？别吧！不会，你们真的要去吧？我觉得一号，这个一号标可以去一下，来上车，去那儿可以舔。我前面舔的东西，我前面小电脑。走。不会有情况吧？这块儿，这是坐这儿的人得多想不开玩这游戏，别玩了呗，换别的游戏吧，不适合他们。我操，金条！
我 M 死亡。要包吗？要医疗包吗？我有七个，可以分点。我要。你怎什么？你不能自己带点医疗包这种东西吗？很便宜。啊，每次你都要，为什么呀？啊，我在打架呀，关键是。你打架跟你不带东西有什么？对啊，关系啊。生存加成。你落地也没有这么多包啊，你得自己包自己带吗？他不带的。这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？这是十五块钱套不出来呗，就是说你玩具枪现在15金币都不愿意花呗，玩个游戏真的吗？横号号不换，钱不花，哎，就一天天在车上就硬混，哎，关键还动不动自己吃毒送，哎，不知道该说啥。终于找到没吃鸡的原因了，队友舍不得花15。哎，我这个怎么还有？我们一人今天少说花了3-5千都有了。哦，我可不可以把喷火器这个红点拿下来？你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很巧的？哦，这个补偿和扩容谁要来着的？来，我要扩容。我要补偿，我神话枪补偿，你得给我补偿。那个补偿，扩容，来，我丢掉了啊，你们捡。我还想我七个机油包，你还要吗？我这只剩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啊！哎呀，你想要你就说啊，你不要到时候打起来没要啊！你别说因为不好意思，我们说你两句就不要。对，三枪和补偿，多一个枪和补偿在外头。我要在标记，我标记。还好，说了说，生怕真的好怕。我是有东风枪，有指甲也不说一声。我没看见。步枪扩容还有人要吗？步枪扩容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们得上山顶去，这个太低了，快兄弟们，快上去！补偿在哪儿啊？哦，看到了，我小黄标，这怎么办？我可能上不去呢，你爬一下不会吗？我的天哪！快点站高点，然后劝架，这把我很强。怎么说？我靠，我还感觉硬上。上不去，开始整活了。他们俩开始整活了，少将看不到他们的视频。来说，啊，我的头，我的蓝头，妈呀！怎么你回去？我不想回去了，但我怎么把蓝头换成白头了？我天哪！弹幕，你们怎么不早点？我的天哪！我你们有没有那个什么呀？物料呀？可恶！哎，这有个空投哎。你舔你可能舔着空投。嗯。我顶啊，还被搜过，我崩了。我小白头，我一夜熬白了头。我少白头就是这么来的。啊，弹幕说了吗？可恶，我的问题。你们乱打。咱们打一架吧。咱们打一架。我到现在还不能喝油呢，我吐了。哎，这空投怎么说？给我把狙。劝哪边，兄弟们？总得劝哪一个吧？劝哪边？端头上空投。对，挺近的。挺近的，这面前也有空投啊。怎么说？劝，一号标方向。少将已经丧失了理智了。我有蓝头了，可以，我要起飞了。是不是劝呀？我都快到了。啊，看没？哎，玩具枪怎么舔动那么慢？我在等你舔完呢。几个人，麦哥？四个。嘿嘿。哎呀，人也都不多。那你自己就抽上了。哪？我看怎么回事。右边，这边是。快跑！
起来我喷 KS 我喷起来点。哎呀谁死了吗？谁给老子打死了？不是，我这一口喷了仨。还有一队呢，兄弟们，还有一队呢。我就是仨其中之一是吧？哎，对，你是第四个，我一口喷了四个，漂亮，兄弟们。哎，这空投被谁舔了？这儿有空投，这儿有空投，那边打起来，那边打起来了，前面。你点不要空投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四打二，四打二，兄弟们，四打二，我们抢。四打二吧。四打二，哎呀！冲啊！我看到人了，丁铁彪，丁铁彪，你好。要不要右边？我看到人了。嗯，别让他们打火雷棒。哦，我看见了。这里跑这边来了，二号标。哎呀，我喷他们，喷他们，喷他们。啊，能不能一起？不要一个个接一个的。不一起走的吗？你每次都最后。我哪有？就在你屁股后头，老子屁在最后。哦，看到了。哦。可恶。快冲！人头快没了。好一个！我怎么又出去一个了？啊，在那棵树后边，在那棵树后边，在那棵树后边就一个了。哎，不用救我了，你们快要给他打死得了。好。他跑呢，他跑呢，追他追。好，漂亮。漂亮。不容易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还想打死嘞？别死了！灭火呀！把我的火去掐！你个脑袋，打死嘞！哎，不容易！鼓掌鼓掌！哎呀，终于吃了！我的天哪，可以去北京了，朋友们！本来我明天去不了北京了。哎，可以可以啊！我靠，钻石了！吃鸡也太难了，我的天哪！这玩具枪，你这钻石号挺，你挺高兴呗？受不了了，什么钻石？不是，咱们进步了吗？这不属于是？哼，不是怎么队友升段了，反而赢得到的是那个文强。我借你个话吧，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就这样打吧。我觉得我们的水平配得上钻石啊。嗯，骗死。原来拿火喷人这么爽的，连队友一起都能喷。就是。不容易。质量了，很质量。我刚才没有喝游戏技能。现在吃鸡都没有礼物，糟了吧？你还要礼物吗？哎，真的是。我是2870啊！我靠，我要花500。没有人进呐！不行，没有人。啥人啊？哎，我怎么没进去啊？完全没进来。啊？哎，那我们退啊！我已经花了100了。退。退下100还是？退吧，退吧，等他。那我不是白送100吗？不，你下一把还是花了100的。那还是那个21把鱼吗？我靠！坏了！我准备了，这外你看看，你是不是掉线了？哦，我可能掉线了，直播好像都断了。咱们活得都挺久的，问题不大了。我得重新进一下。等一下。好，等你。嗯嗯嗯。啊，上个厕所。
哎，你说玩具枪钻石的，他会碰到什么样的人呢？他好像也会碰见很低分的人吧？不是啊，你看嘛，我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现在打的那个局，我们圈都没多少了，还有三十个存活，就他们真的是为了上分而来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嗯，也是哦。他们打的会，就跟那个永杰一样，你还记得吗？之前永杰他们那个根本不打，根本不批，就狗硬狗。上分目的和为了快乐的打法的那种目的还是不太一样。也对啊。什么呀？现在在说。你能重复一下你刚才说的这话吗？你刚才说那个语音好假哦。什么呀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好玩。傻逼。哎呀。唉，可以啊，有点感慨，说实话，真的有点感慨 ，KS。啊，感慨什么呢？上厕所。就感慨就是 KS 这样的人能在就是在我们高中，能我给他打得退学，真的。你怎么年纪轻轻那么喜欢暴力呢？太暴力。那你这真的不对，你还好意思说呢你？我说观众们千万不要向他学习，这种就属于什么？就是错而不自知，哎，懂不懂？千万不要学，一定不能搞暴力啊！玩瞬移大师还是玩爆炸专家呀？爆炸专家呀，你不是需要打爆我吗？单防。那个油门打架还是好。我哥，咱明天吃啥呀？酸菜鱼吗？你们能不能中午吃啊？我中午刚到哎，而且外头是少将去吗？啊！你们要中午吃，请谁请客？我可以去啊。哎，可以啊。那个地儿，那个地儿离、啊、你是不是挺近的呀？也太近了，出门四分钟就到了，十分钟吧。你家离那儿那么近吗？哪儿啊？哪儿啊？吃饭那地儿，什么团结湖？吃饭那地儿是哪儿啊？不是，他就在那旁边。歌单特别什么多。你不得把少将喊上吗？吃饭。什么时候吃饭、啊？有人请客就可以去，没人请客肯定不去。什么时候吃饭、啊？不是说有什么日料吗？明天吗？啊，不是明天吗？明天得晚上啊。那去不了，晚上去不了，我怕黑主要是。这确实。嗯，那这样吧，你来，我那个送你回去，早上送你回去，好不好？我的天哪！早上 ，PS， 咱俩有三年没见了吧？感觉。对呀、啊。跳哪儿？先说跳哪儿。有三年没见了。先说跳哪儿。哎。你想去哪儿吗，歪哥？我都想，无所谓。没事儿，靠标，五点打圆啊，这一片，大家看着伞。有点野啊，这地儿啊，有点野啊。你俩上次见面不会是录什么狼人杀节目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呦。可能啊，可能啊，上次见面是录那个熊猫 TV 的狼人杀节目。呵，家伙。没错，录高来还是没见过呢。那可有年头了吧、感觉四五年了吧，四五年了、那不止三年了，我的，四五年了啊，四五年惊了，我天哪，四五年了、啊、这个都是宅男啊，是 KS 不喜欢我吧，这么多年都不没见，我天哪、很难喜欢、我哪天见不着你啊，经常看你直播看到你那个笑容，那不就每天都在见吗？那睁开眼不就是你吗、对不对？我闭上眼也是我才好。那不行，那我总会有意见。哦，好，
那不能让他有意见，他敢有意见，同意他有意见。可以啊，捡了个紫色 M 四，师傅，能给我吗？你自资了呗？不是，你若是要我神话的，我还真就给你了。不是你一个紫色的，你要说那个给能给你吗？你能不能有点追求啊？那开个战术包不就紫色的了吗？要是，你说那盘神话的给你是不是？你要我肯定给你，我也不是第一次给出去了。你周围没人是吧，哥几个？乱搜。金条，金条。不知道，没看出来，但是应该是没人。你也不是有个，你不是搜索队吗？啊，我是搜索队吗？天哪，搜索队不干事儿呗。我是搜索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有问题啊，我反省啊，我反省，我是搜索队啊。打啊，原谅了啊。嗯，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啊。哦，我居然是搜索队，那绿胶囊你们给我点一点，我用别的跟你们换好不好？好，我有绿胶囊，我还没吃，哇牛逼，我还真没吃，我现在没吃，我天哪！留着留着啊，留着啊，关键。我两个绿胶囊，哦天哪！天哪，太香了吧也！这就是我的人品吗？啊，这个游戏有没有幸运值这么一说啊？就跟那个一样，有，当枪法不行的时候，幸运值就会被拉满，系统自动的。没，哼，行吧，也许吧，我接受了。生存加成。哦。嘿嘿，我获得发现敌军了，可以，绿胶囊自己可以吃了，嗯，谢谢 KS 啊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是。而且是满级发现敌军，我乱发，啊。从此舔包变得安逸了，好吧，安逸了。这个是舔包吗？我的天！我要一个步枪扩容，因为我那个 scar 啊。好。想要一个步枪扩容。好穷呀，我的天哪，哎呀吧，只能那样，我怎么捡了五个防御棒啊？这一片希望等会儿小伙伴们有人来，我碰碰头啊，害怕。恭喜中奖，恭喜。不把什么的帮忙拿一拿，回来冲一下的枪口。完了，造错了，我造了个金属球，是个，有人要金属球吗？造错了。战术包已送达。八倍镜是吧？有人要不？我要啊，哦，我不要。只有我们，你们天天磕 CP， 有没有那种把牙磕崩了的 CP 啊？分享出来让大家听听呗。那这个牙磕崩了的那种属于磕到什么样的状态才会磕崩了那种？就是我想问问嘛，冲锋枪扩容有人要吗？对吧？你稍等一下，先拿这下好不好？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带，我有没有金牌得了。我可以分一个钉锤。好。哦，那个帮主不用了啊。这个立泽的。好，四倍有人要吗？要一个，又是一个。做个英雄 M 四。生存加成。我靠，你都做得出英雄 M 四了，强，四倍是要不要来的？我刚才没听清楚，不好意思。要。好，
别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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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分不清楚这个，就是磕把牙磕坏了是，那也不一定是磕坏了呀，说不定就是磕的太上头了，你知道吧？也可能是磕好了。哎 ，M 四屁股，怎么样吗？哦，我要，我要。先给外个吧，先给外个。好，这人在打啊，圈外边。太硬了，哦，太硬了，那就。王宝宝那不是跟特徐志胜一样吗？那确实容易。这话说你这是在侮辱徐志胜啊！哦，对不起啊。中江扩容谁呀？哦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有了有了。好。狙击枪补偿有人要吗？狙击枪补偿。第一滴血。可以啊。那个我想你们那谁帮谁给我一个宝？不会来弄我？不知道吗？硅胶或者皮革。对，直接合规胶或皮革都没有。之外，你要狙击补偿和四倍还是 M 四屁股是吧 ？M 四 M 四屁股 ，M 四屁股。来来来，赶紧给你，赶紧给你，装不下，装不下。好，狙击补偿 M 四屁股。好。这把枪裂开了呀！有人打我，我吐了，我直接开大炮了。狙击扩容，步枪扩容还有人要吗？步枪扩容，步枪扩容我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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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那你给他们吧。你给他吧，给他吧。你怎么啥都要啊？我穷啊。四号标那个位置有人啊。在哪？不是分得太远了呀？太远了。又吃毒去了，我的天。地上，步枪扩容，这儿。好。有点太远了，兄弟们，我去找 KS 去了。哎，你们有硅胶不？我也想要硅胶。硅胶是真难弄呀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天哪！啊，赶紧导用导 CD 嘛。就是。步枪的枪口补偿你们要吗？要。哎，直接问你们就没有，你们说不要。我真要，我啥也没有，巨他妈穷。你确实是有点穷了，这么看来。玻璃瓶你有吗？那个白哥。我想要个宝。我有，玻璃瓶我有。分我一个呗。我现在能升。哦，没有，看错了。哦，好。那我不给你钉子。反正我本来想分你个钉子的。我钉子没事，我要个玻璃片。我现在是暂时满天星啊，就等着去啊。啊，你也是满天星吗？能不能成为一款火吃鸡啊？我也是满天星。KS 是不是有那个枪口？哎呀！啊，我飞镜，飞镜谁啊？啊，我要四飞镜。四飞镜，生存加成。这 GPS 有人要吗？我要，你拿着吧，看一眼。GPS 我要啊，我不要的材料丢地上了。好，你枪口呢？来，四倍镜，地上。我的天啊，都要啊！咱们得打一架了吧？有点穷了，兄弟们，打一架吧。好，我现在就想要硅胶，想要做个保护套，我就能直接做成甲，真的是。我也想要硅胶。我搜索队往前走，你们跟我好吧？好，你们跟我啊，跟住我啊。好。哎，这有人。倒一个。真帅啊，我这一套。还有是吧？还有。
来打我，这儿，那边一号边看见了，不是一队吧？咱们是打先打背后这一队吗？退回来了，不行，还有人狙，是我。我们这回进圈吧，都毒了，打一个。我这地儿怎么下去？我在想。往下，往下。退吧，退吧。我的天！哦，这地儿怎么过去？对，救一下我。我去，我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救！你救你救你救！隔壁给我发个大。哎呀哎呀呀！我这叫怎么下？救人吧，应该他没在，他开车走了，开车走了。哎呀，你妈！哎呀，他朝我脸上来了，这个逼！没走没走。哎呀，可恶呀！你让我倒了再救吧，你让我倒了再救，不然我血血太少。打一个打一个打一个！哎呦，我操你妈！气死我了！有时候先不着急，药应该还能够。如果没药，队友呢？我也挺想有药。死了吗？这队？死了死了死了！打满血再救我！哎来，封个烟封个烟，刚刚远处有人打的。那我先打个血。四血打四血。救不了，四血救不了，下一个毒八血，八血救不了。把我上药舔了，那个谁，王金强怎么一直不打药啊？没看到血啊！救不起来了，救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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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确实救不了，救不了。老 FPS 怎么一犯这样的错误？救不了。我家界外那能救吗？救不了，救不了，救不了。我这，我那地儿悬，我只能说悬啊！我是在一个高的塔顶上，嘿。哦，哎，但是我那地儿不在独立啊，不在独立，不是在独立，在独立，对。现在四个血，四个血掉。抽 KS， 我要干他，干。你可别走，兄弟！人呢？毒死了？不知道是不是进圈了呀？不好说。毒死了他们呢？我玩这也没什么意思，我九个包打的剩俩。嗯，对，确实。嗯、然后他在后面被击杀了，没毒死。好玩。哎呀，蓝头蓝甲配吗？乱杀。这身法，这就是含销吗？
啊，陆地仙人。我的天，秀身法，班门弄斧，这不是？就这？还有，还有一对，还有啊，那我声音小一点。我没有看到这个职业解说啊。那随着这个事情的进展，声音音量一定要慢慢。有男人。没子弹了，他毒死了，好像一般是不是？应该是。居然还是蓝甲，吓人哦，吓人。哎，有没有那种能够就是能够制造那个心率，不是就是监测心率，终于有玻璃瓶。我操，战神呀，韩潇，这不，这都什么东西啊？而且还都是别人先打他，这些逼，感觉一关一关在过关。队友都死的情况下，这个战斗力至少拉满了20%呗。他下七个了，这么会儿。他被别人打死了，哎呀，可惜呀，太难了呀，我操，很可惜啊，哎、这波。哦，这不是加特林烧我，真的能打，能打。哎呦，可惜了。屁！我遇到那些人都是你妈什么东西啊？让我一个蓝头蓝甲从头干到尾，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我想问一下。来，我们最后一盘吃把鸡。可以。好呀好呀，我看傻了直接。我操！我还没有枪口，枪口补偿，歪哥，我这事儿就只能怨你没给我玻璃瓶了，好吧？我没有，有就给你了。哎呦，升不了甲，这帮逼自己也都没有，我也没时间打铁，最后有了，但没时间打铁。早知道我把那些我都给你了，我的玻璃瓶。可惜了，可惜了呀！给你直接上成甲，我就差一个硅胶直接上成甲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！你是攒了那个扣喊的所有升级材料是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太猛了吧！我还打了好几个被毒毒死的。哎 ，Scar 可以啊，我觉得伤害挺满的，你们看是吧 ？Scar 还行，感觉就是对单压感觉。可以的，我觉得比 M4 不差。 M4 虽然稳，但是刚才那几枪肯定打不死人啊。对， M4 伤害就差一些， Scar 主要伤害高一点。762能高出个三四点吧，至少三四点的话，在成甲和子甲面前那质量就挺高的。啊，不止三四点，我不止啊，不止不止。那一会儿对比一下，一会儿对比一下，就是在没有天赋加成的情况下，白枪看看差几点，对吧？
我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其他人说什么我都不影响我的判断，不像尹哥似的，别人说两句，尹哥就是啊，什么，就是我自己打的时候，就是别人说什么我都按我自己那套来，你爱逼逼啥逼逼啥。确实，尹哥是啊，选择哪个人？选择哪个呢？啊、左还是右？打这个啊？那是哪儿啊？尹哥脑子里是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这说的得是 KS 吧，哥哥？哎、我刚刚迷着麦呢。没有，我不会去指挥帮主该怎么打。对对，我就说，如果有人指挥，我也是按照自己来。尹哥，我们只是拍手就好了。说实话啊、哦。尹哥在旁边说话，他就自己但说实话，我挺喜欢被指挥的。说实话，就打吃鸡。我记得以前我跟那个少将打那个 PUBG， 我记得有一次他死了，然后他就一路遥控我吃了鸡，一路遥控。但你正好你老跟我打，你能跟我就是思路能对上，那就行。有的是，有的人你说的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你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不一样，他执行不了。那不就是说尹哥吗？是不是？就执行不了呗。啊、就 KS 强，就 KS 强。知道为什么刚才我能打过吗？其实是很关键，有一个那个边境巡查那个天赋加20%攻击和防御，我一直贴着毒边走。对，正常情况下 Sky 也没 Sky 也没这么猛，你知道吗？是那个边境搜那个缉毒，不是边境叫什么搜查？对，搜索队那个哥还点没人。真假没人。刷东西去，不是你这质疑搜索队是啥意思？总比落地以后问别人咱们有搜索队的搜索队强吧？哎，又让我标点儿，我说没有人你还不行？我信，我就是好奇嘛，我就是是今天没人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啊！都在这儿，都在这儿。哦，都在这儿啊！有人。我打死人了，你告诉我们有人了。哎，可恶啊！他竟然有人，搜索队行啊，搜索队啊！我打死一个以后，就跳一个啊，就跟没有差不多。好，他已经死了。嗯。哎呦 ，nice 搜索队啊 ，nice 搜索啊 ，nice 搜索队啊！搜索到啊！我只能说有被搜索到了。没想到对面停。狡猾啊！还能躲避我的搜索、啊、他们后路，就是等咱们走，咱们他舔咱们剩下的。嗯、但是，你们可以回头研究研究那个边境搜查得离多少算边境啊？离那个毒圈？他应该有个状态，那个哦，对，应该走到那儿应该会亮，对吧？对对对，下回可以注意注意。这个确实玩搜索队以后可以。用啊！我刚才特别硬，就是因为那个大哥绿胶囊给你留不？留，我这没有技能的还。生存加成。你本来说本来什么能修啊？坏了，毒来了。获得动态视敏度。还行。啊，跑毒了。拿个腹枪，我感觉维克托不能用三角，必须用垂直。M4 可以用三角。嗯，我
维克托后坐力比 M4 大多了。我应该不会在这个地方被干掉吧？没那么倒霉。M4 屁股，有人要吧？我要，我要。好，一会儿给你。M 四屁股还有剪的，继续剪啊，兄弟们，我也需要。我先给你，我先拿着吧。啊，哦，你在我旁边啊。嗯。哎，兄弟，好穷。这游戏我觉得最快乐的地方，它一刷子弹就刷60，不像那个叫什么，对 ，PUBG 刷15、30。对，这个刷60挺好的。哎，又一个屁股，我给玩具枪拿着。好，只要我还活着。战术包路过一个小野点就能舔旗，这个是这个游戏挺快乐的，能舔个60。我现在是这种起降路，不是谁老黑你，就说嘛，交友不慎。对，竟然进来第一句话，你还活着。不亮三了，我靠！战术包刷土堆边像话吗？不像话。经常刷，经常刷土堆。哦，这个红色的是什么枪？我看一看。冲锋枪传输，有人要吗？不用不用，我要做一把不一样的男人。生存加成。啊，做一把男人。我的天哪 ，KS， 没做过吗？做过，啊，那就好。这里很多配件，你们有人要吗？有握把吗？我有那个。坏了，冲锋枪扣容忘带了，兄弟们有的话。你们有那个什么吗？那个医疗包吗？大神，少将，你是不是有 M4 屁股？对对对，我给你扔大马路上了，地上。好，不要紧。有冲锋枪扩容给孩子一个，我忘带了这把，我今天要过来拿这个硅胶吗？啊，步枪扩容有人要不？要。我也付一个步枪扩容。你玩具枪不要的东西。我也要扩容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枪口呢？枪口呢？枪口，枪头也都要。你先给他们，我有个消音。我要握把。外哥你要啥？我什么都不要。那个绿胶囊，外哥绿胶囊。我要个药，有医疗包吗？你也没开冲锋枪和步枪扩容我都要，我忘带了。我要握把，握把。我要握把。啊？房子里吧，房子里比较容易抢握把。坚定啊，非常坚定，很清楚。你给我呀，凯斯。你要什么？没给他19没啊，这不是厉害。那有空投。就在这里。啊，看得见了吗？看得见，看。哎，完了 ，KS， 你给我那胶囊忘拿了，完蛋。那你能回去拿吗？讲道理，不能。别回去了吧。完了，浪费了一个胶囊。没事没事，没浪费，我给它捡起来给它吃了。你给吃了？好。不是不是，他大草地里面突然蹦出来一个绿色胶囊，我这谁能受得了？也好，华沙。哎，前面前面有人打架，左边还没有，还有看见没？这大草地上，我离你们特别远啊！这个房子里边，房子二楼，房子二楼，生存加成，然后墙，
我操，直接倒了，太准了。盖子能救吗？他补，他冲脸了。他在车里。哎，我的换弹。我他吐了！哎呀，我这人咋打这么多枪没死？这咋办？完蛋！别着急，你还得再等等啊！我有点远，再跑。啊！还剩几个？大概？不知道。我杀一个，你杀一个，外头有杀吗？没有，那人。还是你杀了几个吗？我杀了一个。那就最多还两个，最多还两个。两个死都是外面，所以里面楼里应该是两个。毒不疼，你可以等我，等我 CD 嘛，十秒。你怎么打的这么多血？好。我打火力吧。继续打药。对，我先冲他楼顶。他都有 SKS， 救一个。少将，先别！我上楼顶。哎，一滴血，一楼。你打掉好像没打掉吗 ？KS， 你没打掉他多少血？我看你在救。听不到脚步。你救，他不敢出来。等我复活了，然后一起冲吧。哎，他踩到陷阱了。是直死吗？好像。直死。那就救吧，直接救吧。我救一下麦哥。好。我脑壳都没了。两滴血没问题。但是你活了得救。你没药吗？我有。我没杀。那人没死，没打倒。拉。打一下绷带就能活。我那把死盖不知道被带哪去了。哦，在身上。有药吗？冲锋枪扩容。我没有了，我就两个包了。你舔，你们打倒了其他人吧。没有别的人了。我分你一个包吧，来地上。我走了，不行了，这毒太痛了。不是进不去毒了呀，兄弟们！进不去了，太远了。释放看一下，这毒怎么进啊？两格啊，这毒是两格，你们一人有两个包到三个包就能进来。那我能进。进不去，到了是四个。下面有一队人，一号兵。没有车吗？我把他们打掉，咱们就有包了，好吧，兄弟们。他们在被别人打。有。对。他们还在打吗？对，他们在被别人打，我要死了。死之前，我先揍他。那个没药了是吧？没药了。别走，你们。我要开枪了。开车了，前面。生存。要不等等，我给你包啊。我没药。过来，我边打着绷带边进的。好。丢我前面，站我前面丢，我不能停，站我前面丢。不行，我不能，我自己血量都不行。哇，一队我打倒俩，打倒两个，就这个车这儿，我死的尸体这儿，倒俩啊！
哎呦，那就服了，那就 KS 能看见，我打绷带不需要满血，对，不需要满血 KS。他们都倒俩了，我到你们了，你俩。好。打错人了，打那残血的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，别打这个，打那个站着的。哎，哪里啊？跑去了，跑出去，你们先舔他药，舔他们药。先舔药。往这个方向跑了，对 ，KS 往这个方向跑。没药。没药，你们就进吧，救不了。虽然他们带六个包了，要带六个医疗包就好了。防区突击手最后一个，这队死仨了。这里看啥呢？死了。OK OK， 看到没有？只有绷带。嘿嘿，大家都是只有绷带，我也只有绷带跑进来的。然后我迎面撞到三个人。忘这盘我忘买医疗包了，买了一包就好多。白哥不是可以自动？我还有六个绷带常驻嘛，一个我有一个包，我五个绷带一个包。对，我这个号是那个什么，我那个号是没那个，哦、没锁定。二七，如果是四三二的话，就我们得打三个的。就是，那边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没打我们，现在打你吗？我靠，你们都不救少将，真他妈气！哎，少将可以救吗？天哪！就一个医疗包应该很难救，算了，救不了，救不了。现在毒已经变成八滴血了。对，刚才一个医疗包也比较难救，算了。Yes, yes。哎，有机会啊！齐了，二打一 ，KS， 二打一，反击枪，二打一。哎呀，稳吃了 ，KS 有大。OK OK，KS 有大。应该是那个你废墟那儿应该是。别让他救起来啊！对，废墟右边看见了刚才。哎，开大上了 KS。车，还有一个，不是这是的你打的是那个，对，就毒边看见了，你没看见人吗？就这毒里，就这墙后面右边，你就架着就行了，他吃毒了，对，就这儿，对，我小猫主演的是真尖，我都没，那必须的呀。我的天，这差点让人反杀！差点，可以。这救死！你确实没看见第二个人。你打第一个人的时候，应该打那个架子的。你打的那个趴坐跪着。不容易 ，KS。溜了溜了，吃到两个，可以，可以。卡了，这盘纯躺。卡了。没有，我就是重新看一下，打个招呼给你们。走了，拜拜。那我明天见吧，好不好？明天见，拜拜。好，我们那个玩一会儿那个什么就溜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突两把就溜了啊！想想啊，这个突怎么突来的？那个尼可他哥呢？能不能揍一次尼可他哥？能不能把尼可他哥揍了？我也就没有别的要求，就能不能揍一次尼可他哥？
好像那个人没在，可恶。他们不接受怎么办呀？他们不接受，他们不接受呀。咋办？我还得过个任务呢，我这级别要不升上去，我好不容易三级了，还是他这个人不玩的，我直接邀请吧，好不好？快点的，快点的，哎，这人怎么不开始？开始八分钟，能不能一分之内解决了？哎，我这个闪电术到底厉不厉害？我怎么看不出闪电术的作用？谢谢小熊软软糖的皇冠。这个闪电术打人打的血太少了。他能直接秒个英雄就好了。好的，快扛不住了。可以，这个闪电还是有点用的。场八分钟也太久了，我们速战速决，对面就280人。
我们对面的28人，我们240、250人，这么墨迹的我们。为什么卢卡斯送了血瓶没反应？哇，我这个闪电把他英雄秒了。他这个下路塔快完蛋了。好，他开始扛不住了。他没了啊，他没了。可以啊，我们果然没有用满这个时间。强呀，嘿嘿，好，累积40人参与战斗，大乱斗怎么玩啊？大乱斗怎么玩啊？大乱斗对决怎么玩啊？没法玩。这人挺强啊，7级，3星，铜牌3星。不行，没有办法多人，多人好像要多人连麦才可以。老匹配到这个人不玩的。今天还有什么完成啊？经典对战，我们可以经典对战玩一盘，6分钟，开始报名。弹幕技能狂暴术还是火球术？弹幕技能要火球术吧，简单粗暴一点。好，开始。你们先加入，在射击，你们没加入直接射击没用，输入一或者二可以直接先加入红队或者蓝队。啊，这个火球就好，比什么狂暴术要好多了。火球术，对不对？哇，这火球术能炸一片呀！
龙队人数有点多了，大家可以先多加入蓝队。任务奖励还有乱斗对决，没法玩的都不行。对，加入不了就没用，你们得先加入。我这箭塔有点可恶，这一直射击就完了。这投石车还没投石呢，被打没了。这投石车是不是只能打建筑，不能打人啊？这盘打的感觉不激烈呀！我的天哪，刚说不激烈，完了，龙都要碾压了。尼可他二叔和他大姨妈来了，他大姨妈这么说好吗？他二叔大姨妈来了，二叔大姨妈，嗯。完了呀。这迷你英雄根本就没怎么放啊。经典模式要1分钟就好了。还是去揍别的主播吧，再打一盘别的主播。今天碰不着你可他哥了，哎呀，报不了仇了。啊，恭喜你可他大姨妈喜提 MVP 啊！这什么名儿？醉了！我升级要800经验，我的天哪！有没有人跟我打一下啊？哎，你看为什么每次都搜着他呀？能不能不搜这个人啊？嘿，
这人感觉白银两星有点东西啊，我青铜一星啊，好了就跑了，搞这逼怎么跑了呀，搞快点，这人有问题，你看这逼怎么一直就在跑啊，你看他老跑，他老跑碰不着他，你看又碰见这个人，他也不打啊，这个人是最奇怪的，他也不打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没有人，我不准备，我等他先准备。哎呀，这些人怎么都跑了呀？换一批了呀，都没人打。这换一批怎么不改啊？哎，他敢主动邀请我，我的天哪！什么意思？嘿，你快点啊，兄弟，你快点！嘿，逗我玩呢？我们下播吧，没有人玩了，怎么办啊？逗你玩，他们就逗你玩。哎，你看又是这个人，哎呦，真有问题，你他什么呀，这都什么呀，你看他，哎，他邀请我接受了呀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他改成什么荧光棒了，赠送荧光棒可加两分钟，我这人终于跟我打了，咱能不能一分钟给他解决了？哎呀，你看怎么还增加时长呀，我的天哪，你们别增加时长了，哎呀妈呀，怎么咱们还有点打不过呢？对方怎么有俩英雄啊？啥意思？哎，谢谢他大姨妈的这个血瓶啊！天哪，对面怎么这么强啊？
完了呀，家人们！韩王抽不抽小资本啊？韩王，哎呀，完了，打不过了呀，兄弟们！完了。完了完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英雄对面，我的天哪！我对面怎么这么多英雄啊？打破了。完了呀，塔被干了。哇，他还有暴风雪，里面英雄有点多。我什么时候能有暴风雪？对面哪能招出英雄来？完了，打不过了，估计五级能学暴风雪吧。这边也就十个人感觉，一二三四，对面这个叫铁柱的这个兄弟怎么招了这么多英雄？谢谢他大姨妈的三组一三四虎粮，这有啥用啊？虎粮有用吗？虎粮没用好像，别送虎粮，完了呀，哎呀，完了，被揍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对面十个英雄。完了，两个塔都没了。
败了败了，掉分了掉分了，被揍了被揍了，打不过打不过。哎，但是我好像还增加了一个段位，溜了，打不过，溜了溜了溜了。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边了，没打过没打过，走了，大家拜拜了，明天见了，明天见了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晚安晚安，拜拜。